我 Kabby， 今天来分享一期新手的雪场穿搭。看看我手中的这块小黄人，它是 CAMBER 的全能版，性价比超高，造型一流，非常适合新手，2000块不到。那你拥有了这块板，怎么凹造型都好看。然后头上这个头盔只要300多，大家可以凑近看一下，它是一个2合1的设计，它上面是有自带防风、防雾、防紫外线的护目镜的，它只用花1分价格就可以买到2个装备。它上面还有一个小黄人打着香蕉的 IP， 买这个雪板怎么少得了我们的小黄人固定器呢？是两只小黄人是不一样的，走在雪场上超级拉风，只要1000多。细节，新手不知道选什么的话，直接入我身上这一套就可以了，搭配又绝，赶紧来冲吧！路上我不是刘德华，不给你唱王景追，也不是张学友，我不给你唱吻别，但我像郭富城，对你爱不完，变成黎明笑着给你唱0分的浪漫。Yeah, 我不是刘。